边保持距离，往前后面拉开，拉开。一早七点多，2000多名学生陆续到校，热显像仪精准掌握体温变化，稍有状况还得人工再来一次。没有叫你不用停，没有叫不用停。这个月3号，因为一位长荣技师的儿子公布确诊，就读的北科复工紧急停课2周，17号正式复课。在集中检疫所的师生哦，225位，那么。经过2次到4次的采检，都是 PCR 阴性。复课第一天，市长亲自到校，透过视讯向全体师生打气，还带来这件好消息。那个 BNT 疫苗已经配付给地方。那北科复工是923，那么会完成哈2000多位学生的开打。那我们会一天内完成。收起来就是一个跟我们的桌面相同的桌垫，它可以让桌面更平整。因应恢复实体课，各项防疫物资充足准备，但还是有学生不买单。我想上线上，家里不反对啊，就是希望我们也上线上。也是因为担心疫情。对，我们这科实习课比较多，所以还是觉得学校上课比较好。我们还有57位师生哦。他是直接的接触，依着规定哦，他们回来还要加强的自主健康管理，所以原则上他们会在家里面来这个停课不停学。桃园整体疫情也逐渐趋缓，能回归正常生活，让学生心里更踏实。台视新闻萧志杰、徐英豪，桃园报道。